大家好，我是野瓜。今天去邻居家借了一台玉米烘焙机，回家播玉米。好沉呀，至少有600斤。以前用这个手动的，下力太低了。四零三，今天大家保重业，我要赶紧把玉米剥了，拿去卖了，肯定要坏。早上把玉米剥完了，也快放学了，我去做饭给他吃。排骨焯下水。量酒，八角、炒火、红枣、桂皮。煮个莲藕炖排骨，放进去呗，这是羊肉饼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豆腐？您这个快点回来啦！把书包放着，洗手吃饭了。好。喵喵吃饭了，爸爸给你煮了个排骨炖藕，你喜不喜欢吃？我最喜欢吃了。你多吃点算了。
这盘子有点大，来，这是羊肉饼，来吃，多吃点。爸爸，你煮的排骨好香呀！锅里还有很多，多吃点。喵喵，最大那个排骨给你吃。好。接着，快吃。爸爸，你也吃个排骨吧。谢谢。快吃。